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愿主的恩惠和平安在我们的当中。在今天这个圣日，上帝所定的、所赐福的安息日，我们可以敬拜他，可以歌颂赞美他，可以祈求亲近他，也可以领受他的话语。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论生命。尤其在每一年的受难节、复活节的时候，也包括华人的清明节的时候，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有价值和重要。那么我也受感，写了一首诗，以后希望能够谱个曲论生命。好，生命是什么？如果你问我们的孔老夫子，他一定会很坦白的承认，说不知道。因为当他的学生子路有一次就问到关于死亡的问题，老夫子就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连生命都不知道，何况死呢？”那另外有一次，他对这个司马牛说：“死生有命”的时候，这又好像他是一个宿命论者。如果问到佛祖，他会说：“人生是苦海，而且是苦海无边。”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描述。生命是什么？时间加空间呢？今天的物理学家会这样说。对于生物学者、医务工作者，当然会说，生命嘛，就是人体的细胞组织，它的新陈代谢、生长发育，它的刺激反应，它的生殖机能的存在，就是表示生命。总之呢，是物质运动存在的一种形式。这些是怎么样从人生命的物质的层面所来一些解答。生命是什么？社会学家或者像诗人那样有个音符叫生命诚宝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这是对生命价值的也是一种衡量跟顾忌。生命是什么？很平凡又很奥妙，不单单可以说困扰了古代的圣哲，就是对我们21世纪的人还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。生命的起源呢？生命的意义呢？人类的前途或者归宿呢？这些最基本的哲学的命题都值得人是怎么样探索和研究。我想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记载，耶稣言行生活的四个福音书当中，看看他是怎么样谈到生命。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啊？生命的层面有几个？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如何在有生之日能够得到永恒的属灵的生命呢？我想有了这个生命怎么样维持和发展呢？这都是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。好，首先我们看生命的源头。四福音书当中有不少的这个章节怎么样都论到了生命的问题。
约翰福音书可以说，生命这是一个最常用的字的一个，特别在这个生命的源头，这个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，有清楚的启示。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，就说太初有道，怎么样？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，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芒。用了多少次生命啊？这段经文呢，表明了道的身份，道与上帝的关系，道跟世界万物的关系，以及道跟人的生命的关系啊。再看十四节下面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因此圣经就讲到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源自太初，基督就跟上帝同在，万物都是藉着基督而造的，而且呢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泉源、源头。我们说最接近耶稣的一个使徒就是约翰，当然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，在耶稣的分别的勉言当中，他亲自听过耶稣所讲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路的尽头如果是死路，真理的背后如果是没有生命的一个意义，好吧，是多么的空虚，多么的悲惨。世界有的就是这些啊样板和事例。同样的，我们说，同时呢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感受下，对生命的现象、对生命的意义，是有不同的这个体会和说法啊。但从来没有个人敢说我就是生命，哈哈，没有人敢这样讲，因为人知道都会死。那么中国的成语曾经讲过怎么样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对不对？人人都要走一条黄泉路，人的岁月好像溪流那样有干枯的一个日子啊，但是呢，泉源它的流水是永不会枯竭的。基督是上帝，是生命的泉源，正像诗人所讲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非但人死的时候两眼一闭，什么都暗了，对不对？但生命是人的光，基督的神性以及他的先决性、先在性，是吧？决定了他的永恒性。我重复一句，基督的神性，他的先在性，就决定了他的永恒性。耶稣自己在世界上怎么样？又说，因为父怎么样，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，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6节，不错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世界上的人曾经死过。正如他所说的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
属下。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收回来。我们知道，他的死跟人一样，但在有一点上跟人完全不一样。他绝对不是无可奈何、不得已，或者是穷途末路才死。不，他是为了救赎世界上人而运用他的权柄。对凡人来讲，死亡是一个掌权者；对基督来讲，他的权柄超过了死亡和生命。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，曾经对马大、玛利亚说过。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；凡活着信我的，必永远不死。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在英文跟原文的都做怎么样？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果不然，片刻之后，耶稣就以他的权威的话，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了。而且印证了他的全能。死亡曾经是多少一生因为害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，希伯来书2章第4节，我们说，也使很多人的心灵一直受压。死亡也曾经痛饮了多少人的眼泪。但耶稣在向巴布海岛流放的老年的使徒约翰，也可以说是很孤独的约翰，就讲，当时是对他讲，也是对我们历代信他的人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。是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启示录1章17到18节，耶稣是经过坟墓，随后呢，就是为信他的人关闭了他。他升到天上，又为信从他人打开了天国的门户。耶稣如果不降生，非但他不能死，上帝是不能死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活。耶稣如果不死，我们就不能生；他如果不复活，我们就注定灭亡。他复活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延续跟盼望。在约翰福音第10章，好牧人的比喻当中，耶稣更加把他的生死复活跟我们的快乐、平安、健康和生命联系在一起。如果说对世界上一般不在基督里面的人，就像人所讲的，我们只是在哭号当中诞生，在埋怨当中生活，在失望当中离开这个世界的话，那基督徒却因为有了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人生的好牧人，成为我们人的引导、护卫、喂养、管理、教训，甚至为他们舍命的话，这多么的不同啊！耶稣说：“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上帝为人舍命。”为罪人舍命，简直是一种无可测度的、难以理解的一种爱。但耶稣舍命了，也夺回来，以至于基督徒永远不至于成为一个孤儿，
啊，而且怎么样？耶稣基督一直在他们的灵魂、心灵当中做他们的大牧，照管他。好了，这生命的源头是基督。我们再讲，生命有什么层次呢？我们说我们现在都活在三维的空间当中，但圣经有另外一个角度。好吧，圣经上说，耶稣有一次跟什么犹太的学者尼哥底母，啊，就讲从道成肉身，从耶稣对尼哥底母就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这是说圣灵的灵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人类可能有怎么样两类的生命啊，肉体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。肉体的物质的生命嘛，就像常人一样，对不对？父母生了我们，养了我们，这个生命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，已经成为一个必死的。啊，我们就说有生就有死，甚至一般说，先生的就先死。人的一生最长，也会令人感觉到非常的短暂。今天，全世界人的平均寿命还没有达到摩西所讲的。强壮的可以到80，在目前最发达、最健康的国家，人的平均寿命呢，也不过是60、70。香港超过日本，女的达到87，男的达到83，但87好，83也好。甚至90也好，最后人还要死亡，是吧？我们中国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0几了，啊，那么比起70古来稀是有了进步，但是人就是短暂的，何况呢，在这个短短的一生当中，还充斥着什么痛苦、疾病、忧患。和罪恶，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人生的感叹和体会。我们就说，那饱经风霜的，对不对？先祖雅各，他最后被他的儿子约瑟领到法老，就是埃及的王面前。这法老说：“您。”高寿多少岁啊？雅各不是非常豪迈气壮说：“哇，他说我是130岁，但比起我的先祖，他加的是又少又苦。哎呀，我们说今天全世界最长寿的，差不多还达不到130，就是最多110几，据说120是极限。”按照我们今天的体制，那几千年的雅各，130又少又苦，照理他最后已经安顿了，因为约瑟造福了埃及，可以说在已经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。雅各还是这样的感叹，又少又苦，创世纪47章第9节。哎呀，如果说130岁还是幼少，那你我呢，可能更少，对不对？如果雅各最后其实已经可以安度最后的岁月了，而我们今天呢，人在繁忙紧逼的21世纪生活当中，又有什么感受呢？
圣经又记载另外一个人，就所罗门了。可以说他是享尽了人间一切的富贵，那他也通达各样的学问啊，一度他也是很有聪明智慧的。但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回顾他过去最终之乐，在这个西斜的绿影投射在他快要走过的人生的路程上的时候，他无限的感慨，认为自己所过的人生啊，哪怕一度登峰造极、飞黄腾达，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普风。传道书第一章第二、第十七节，常人跟君王一样啊，而对罪跟死亡的时候呢，人生过去的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哪怕你是亿万富翁，哪怕你是住豪宅，哪怕你是能够啊坐游艇、坐私人飞机，临死的时候一场空。就算是艺人约伯吧，对不对？在人生接二连三的沉重的打击下，啊，家破人亡，好吧，妻离子散，白净丧子，人生还生疮，更加被朋友误会曲解，啊，结果他自尽，一切的痛苦都并不是来自一般人所想象的，啊，以为是他犯罪，或者他的儿女犯罪所造成，这是撒旦的攻击，啊，在人生的苦难的奥秘当中，他怎么叹息？他说：“我的生命不过像一口气，我的日子比梭，就是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，比梭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当中。”约伯记第七章第七、16节、第7节，短而有盼望还不要紧，正像约伯过后宣称的。但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呢，怎么样？他们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？非但是短，而且是没有盼望，没有快乐。作诗的人把生命比作像花草。圣经讲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草芥的人生，芸芸众生是这样。就是说，人间的佼佼者，所谓的风花雪月的啊，或者美满者，结局还是枯萎凋零。诗人说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。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，便归不有。诗篇103篇15、16节，因为我们的本体乃是尘土，归土，我们还归于土，是吧？圣经当中的大卫王，又把人生比作什么？好像日影那样，甚至在他预想到日后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雄伟的圣殿的时候，在他的祷告当中，他意识到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啊，与我们的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影子一样，没有长存的盼望。历代上29章15节。一切在死亡的阴影下面，怎么样？都没有了生机。有的时候，几乎是夕阳无限好，可它已经
近黄昏了。哪怕是摩西啊，可以说他度尽了那年锐。他说也好像所讲的故事那样，很快就来到了结局，来到了结局，几十年的人生摘入手掌。新月雅各长老也是对那些充满着世俗的欲望的人就讲：“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人不过是出现片时的云雾，转瞬即逝。”啊，雅各书第4章14节，人在青年初出茅庐啊，没有太多人生的经验、社会的经验啊，那时候啊，往往怀了很多的理想和憧憬，看生命似火如荼，有光有日，但往往很快，人生的理想破灭，好吧？人生的火焰渐渐的消失，多少人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说，人生不过像一杯淡水。不少人更加说人生像个苦水。今天西方的社会有多少青少年人，甚至连所谓的应该无忧无虑的人生、黄金时代的岁月，都已经感觉很内疚。这思潮也影响到西方，西方也影响到东方，等等。美国著名的作家 O. Henry 他就讲，人生有哭泣、嗤之以鼻的事情，以及欢笑组合而形成，但无聊的、不屑一看的事为主。法国有一句成人所讲的，人生好像洋葱。当你接触它，想剥开的时候，你眼睛就会流泪了。很有意思。古今中外，盛俗啊，之余贫富，都有不同的类似的感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罪跟死亡就好像蛀虫的一样，在腐蚀着我们的人生。圣经也同意啊这样的说法。自从罪进入世界，人生不是欢愉的宴席，更加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人生的一个痛苦的一个磨练。圣经要人看到自己的尽头，才会转向，转向，是吧？在短暂当中，要去看到永恒；在失望当中，要去寻求希望；在死亡来到之前，要把握真正的生命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到，人类被凶杀、仇恨、啊淫念、虚谎所左右，身不由己。在表面的善行下，又有很多是沽名钓誉的一种心理所控制，专心于发财致富，也有失财的威胁和危险，更加有失去灵魂和信仰的危险。至于凡人天天还要为开门的七件事而忧心，耶稣慈爱的向世间人讲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啊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耶稣希望人能够目光转移，啊，耶稣就另外就说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。也不积蓄，
在舱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怎么样养活他？您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得我们的寿数增加多一颗呢？何况为衣裳忧虑的啊，何必为衣裳而忧虑呢？耶稣说，就是所罗门一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啊，也不如这花的一朵。他满怀深情、悲哀地说：“啊，满怀深情地说，耶稣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马太福音第六章26到29节、34节，耶稣深深地知道人生的艰难，且不要说永生。啊，就是在今生，肉体的生命也因着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，或者充满自己寻找的烦恼，或者多少无谓的忧虑，多少不必要的帘幕，还有多少不需要追逐的东西所困扰，所动摇。耶稣有一次就告诫一个。啊，要求耶稣为他们分家财的人，也接着这个对众人讲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在这个万贯的钱财，或者是满屋的珍珠。财宝当中是找不到生命的。人今生肉体的生命，常常为着今生的思虑、今世的娱乐所捆绑，男女贫富一样有思虑，老少之欲同样都有不同的最终之乐在牢笼他们。耶稣甚至于。对那些到他面前去，啊，见到他行神迹，受到他一定供应，但是一直东奔西走，尾随他的人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，并不是因为见到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。”你们的祖宗吃过马达，还是死了？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许多人啊，以这个鱼肉填饱自己的肚腹，但留下了这个空虚的心灵。不少人满腹经纶，结果把他们埋入了棺木和坟地。我们知道。在这个沉睡的物质的刺激下，多少人用了他们的生命的时间，尽力去扩大他们的空间，啊，要求大房子、高地位，啊，这个豪华的车子、巨大的府库，到头来呢，时间用尽，他们的空间也等于零。在这种人生的规律当中。时间和空间似乎是相生相克的，有没有一种人生可以提供使人的时间、空间，在新的生命的层面上不断的更新、不断的增长呢？圣经上讲，从灵生的是灵，人必须重生，哇，就连德高望重。年老的学者尼哥底母，耶稣还是诚恳地对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
一个地母，起先大惑不解，对不对？人老了，怎么能够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世界上，也不是完全可能在属灵的事物上是幼儿园的小学生。耶稣就回答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国。我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重生是主对每一个人的要求，好吧？尼哥底母也不例外。要进上帝的国，就必须重生，不重生，不要说进不了上帝的国，就是见也见不到。意思就是说，根本不能认识，不能了解。根本不能理解天国的事情，属灵事情，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。这就是生命的两个层面，懂吧？凡生到世界上的人都有肉体的物质的生命，但这个是有罪性的、短暂的、必死的生命。而且呢，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有忧患、痛苦。虚空的圣灵，但圣灵要赐给人重生的生命，就是属灵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，从死和罪恶的律当中被释放的一种生命，是永生的生命。耶稣说：“啊，圣经讲，保罗讲，对不对？随从肉体的人，体贴肉体的事情。”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，体贴肉体的，就是死；体贴圣灵的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。好，再来分享如何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新生命呢？自古以来，许多人都想寻求方法。要摆脱罪恶跟死亡的权势，许多人都想得到永生，怎么才能够得到它呢？像耶稣时代的青年财主，也是一个官员，他也同样问道：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马太福音19章第6节。他们知道做事不行的，不好的，但他们着目于我，就自己过于着目于上帝跟救主。如果先想做点什么，以求取、换取、赚取永生，但圣经和耶稣怎么说呢？并不排除行善的要求，但这不是首先的，也不是根本的。第一，要愿意。人有自由的选择权，上帝并不勉强人，对不对？或者迫使人相信他。尽管他愿意的人都信从他，人要有敢于肉体生命的怎么样？可怜跟可怕，属灵生命的可炫可爱。心中有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和选择。就会来救主，所以愿意来是第一步。第一步，耶稣感叹当地的犹太人说：“您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。”主接着说各种的方式方法啊，在各个时候都呼召人，只要人不拒绝，只要人愿意。来救耶稣，就有可能的生命，这第一步。第二是信，来到耶稣面前以后，如果不信，还是可以转回走老路的。就如一个医生张贴广告，在这个地铁站、在广播、在报纸上刊登，认为。
前来他诊所的病人都可以免费的赠医，可以施药。但不认为自己有病的，或者不觉得自己有病的，或者以为有了病也无所谓的人，当然不会理睬这个，对不对？更加不会相信这个医生。但如果来了不幸，一看了就转回头，心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还是得不着。所以圣经说，摆在愿意来救他的人，紧接着就信，一种活泼的信，这样使我们信心能够增加。圣经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要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一切信他的，不分国籍，不分肤色。不分性别，啊，不分原先的信仰，也不管你受过多少教育，你财产你多少，你技能的大小，都不是要求，只要信就可以获得永生，啊，圣经讲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啊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。肉体的生命通常都是基于这三种，对吧？或者是情欲，或者是人意，或者是怎么样？这里所讲的啊，肉体生命。都是依着这些而来的，好吗？不是，乃是从上帝生，就从圣灵生，就相信他，相信他。许多人不是老想行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似乎不这样就不安心，但一天。众人来问耶稣：“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信上帝所差来的，就是做上帝的功。”哇！约翰福音第六章28、29节，这里要分清是上帝的功，对不对？不是怎么样？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。我们的功夫，我们的工作。二，信耶稣就做上帝的功，自己信，还要劝别人信，就是做上帝的功了。耶稣来救世界上，想要救那些信他人，你信了，不是等于做上帝的功了吗？但不单单自己，还要帮助别人。你想，耶稣奉上帝的差遣来到世界上。就在救赎世人，包括你我。但我们如果不信他，非但是不信猜他的上帝啊，也是影响、拦阻、破坏了上帝圣功。正如那个医生啊，可他的意思不正是为他做见证、做宣传吗？反之亦然。不是这样吗？再说，自己如果不信耶稣，怎么会使别人信耶稣和猜他来的父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、愿意来救我的，又信那猜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死定罪，是已经不死入生了。”约翰又说，他记这个事情，记这个福音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。
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，耶稣自己也讲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了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末日我也叫他复活。约翰福音第6章40节。哦，愿意来救主，是自由选择的一个正当的运用。从此呢，我们就改了。我们以前误用、滥用过它，结果就离弃了主，逃避了上帝。信，这是一种投靠，一种委身，一种宗教的皈依。信不是迷信，或者是盲从。所以耶稣进一步的说，要得到真的生命，得到永生，必须要不断的认识上帝和主耶稣基督。主在分离的祷告上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17章第3节。今天我们没有机会用我们的肉眼见过耶稣，或者用我们的耳朵亲自听过他的教训，啊，或者怎么样？通过查考圣经，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道一个方法，而且去认识上帝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有。”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经，就这经，对不对？那么，耶稣还说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也必定是一个殷勤查考主道理的人，常常被圣灵引导进入真理的人，这也是取得生命的一环。主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啊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第6章63节，圣经提摩太书也讲，上帝愿意万人得救，要明白真道。上帝不愿意一个人灭亡，但人人都要悔改，那么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的要素啊！下面就来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非但要愿意来，来了以后要相信，相信了以后要怎么样？要去学习，要去深入的认识上帝。但还有一个，就来到遵行。遵行主的命令，耶稣说：“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命令都是永生的种子。在这意义上来说呢，就是来救主，相信、接受他，不断的查考圣经，跟他交通。”认识他的基础上，就顺从、遵行他的命令，守他的诫命，哇！耶稣回答犹太青年人的问题说：“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就叫他要遵守十诫，但不单单十诫的字句，而是他的总纲和精义，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上帝。而且爱人如己，愿意，这是一个转折，信心是一个根，认识是一个养料，行为是一个果子。我重复这句：愿意，这是一个转折点，信心是一个根，认识是一个养料，行为呢，是开花结果。好了。我想，
有了生命以后，再怎么样的维持呢？对不对？再怎么的维持呢？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一点，对吧？好的，世界上的人有两大遗憾啊，正当享受生命欢乐或者人生意义的时候，生命的这期突然停止了。另外呢，是一个度日如年、苟延残喘、生不如死，活着又觉得毫无意义、毫无价值。生命的短暂跟生命的贫乏是不幸的。没有人羡慕在囚笼当中、病床上永远不死，或者是像流星一闪啊，烟花一耀。那么短促，哪怕是光辉美丽的生命，都是如此。耶稣知道人类的缺陷以及深层的愿望，耶稣就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永远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，正是。”人千方百计向往寻求的世界上，目前一切的科学，不论是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艺术学科，都是想解决人的生命或者死亡的问题，以及丰富的生命，或者说。消除人间罪恶和罪的影响的一个问题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人们一直想改善生活，啊，怎么样？减少疾病，增强健康，延年益寿，并且呢，消除社会上所有的不公义、不公平、种种的剥削、歧视等等。加上怎么样呢？加上了音乐、美术、文艺，更加能够丰富人的生活。但可惜的是呢，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世界上一半的人还生活在怎么样贫困、疾病当中，教育还很低落，甚至很多文盲。但另外一半人呢，虽然吃饭问题解决了，经济也比较发达了，文化水准相对也比较高，但社会、家庭、人心的道德的问题日趋严重。以世界范围来说，由于战争，由于天灾人祸，由于生态平衡的破坏，由于艾滋病啊。瘟疫、癌症的滋生、死亡的阴影，一直笼罩着人类。今天，人类如果不自暴自弃、灰心绝望，就一定要转向那赐人生命和丰盛生命的主。耶稣非但借助圣灵使人重生，让人能够。因此，来救他，信靠他，认识他，听从他而得生命，而且叫人不断的维持和发展这种生命，使之日益丰盛，遇上天国的永生。实际上，对主的儿女来讲，永生已经在今生就开始，因为主说：“凡活着信我的，必永远不死。”约翰福音11章26节。就在今生，我们要发展这个生命，而且要维持这个生命，让它有安全，让它有成长。我们说，如果要一个生命维持和发展的话，少不了有光、有水、有养料。耶稣说：“我在世界上之后。”
怎么样？是世界的光。耶稣又说，凡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面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是生命的光，这光既有医治之能，而且怎么样？要我们的脚走在安全的路上，跟随耶稣啊，不能到任何地方都跟随他。我们人生不会走到哪错，如跟从撒旦，一定是走向罪恶。随从一条什么？圣经讲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最终就成为死亡之路。但唯有跟从耶稣的，必定会得着生命的光，不至于失足半跌，不至于因为恐惧而停滞不前。也不要远远的跟随，要紧紧的跟随。不要众人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的时候来跟随，在主被十字架的时候也要跟随。不是背着各种重担来跟随，而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。不是点大路啊，找宽的门走，而是怎么样进窄门走小路，因为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。主的亮光指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，不要满足。停留在自己的亮光上，所有一点亮，总要不断的欣赏、响应天上所赐的新的亮光，与主同行。尤其在黑暗遮盖大地、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，我们要兴起发光，向前向上，跟着主走，这是维持和发展灵命的重要的一环，跟从主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跟从主，不论什么时候都跟从。第二，耶稣就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是涌到永生。人的心灵常常干渴，人的灵命常常需要滋润，这样呢，就必须要有生命的泉源，就源于生命的泉源。凡是世界上的水呢，还要再渴。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指着圣灵的充满来讲。有一次，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约翰解释说，耶稣这话是指说，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讲的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主的灵就是生命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，生命就会活跃，直到圣经最后的启示录还说，圣灵和心腹说，来，听见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。一个藏在圣灵的感动、引导、训慰里面的人，灵命是丰富的，心田是滋润的。在行走天路的时候，难免有的时候疲乏、有困倦、有干渴，但我们如果能够白白的就隐于这个灵盘活石，非但自己不会再干渴，而且要成为涌出的活泉，帮助其他人。此外呢，约翰福音第六章
第十八节又记载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他对犹太人说：“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，还是死了？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，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吃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就有永生。在末日，我叫他复活。属灵生命的维持跟发展壮大呢，还要靠着不断的跟主有交通，借着主的道、主的圣餐，不断的与主同化。就好像我们失去这个食物，吸收营养一样，使它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的部分。人要不断的使基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成型，而且或生或死，都叫基督在自己身上照常显大，照常显大。而且要越显越大，直到长成基督的身量，并且反照主的形象。我们旧的生命是和主异化的，新的生命呢是跟主同化。旧的生命是要保存老我的形状，新的生命是要把自我、老我定死。天天要反照主的形象，天路客，天路历程呢？我们都天路客，不但需要生命的光的照耀，生命的水的滋润，有生命的粮的补力，要天天与主生要，天天出现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，最终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。阅读圣经，查考主的道，进入真理，经验主的爱，释放主话语的能量，一代一度，直到变成主的形象和长成他所有的身量，这都是灵命成长壮大的一个标志，彰显基督，倒空自我，让他活，让我的老我死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耶稣说，凡想要保存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在基督徒侍奉主，是吧？我们说跟从主的过程当中，凡是要保存自己被朽坏的躯体，以及自己老我的败坏的生命的，必定会丧掉属灵的不朽的生命。凡是要舍弃、放掉自我肉体生命，或者罪恶的救我、老我的，一定会救了生命。在今世，心灵重生；在末日呢，我们的身体得到改变，我们有个复活的特殊的身体，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新陈代谢，就是跟主保持密切的联络、交换、融合，就像天天吃他的肉。当日听了耶稣这话，门徒当中有些人退去了。哇，有的说这话是难，哇，谁能够听呢？有人心中议论，哇，厌弃他的教训。有的人不信，甚至有人还想出卖他。这种圣物，狗是会有吐出来的，哇。
我们知道，那个时候门徒当中，圣经在多有退去的，不再跟从他，与他同行。耶稣转而就对12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”西门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。”有人退去，但那些信的。认识主的，认为永生的道，啊，而继续的跟随主，也有这样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在动摇考验当中维持着，并且发展壮大。是的，那些退去转离主、面向世界的人，充其量在今生图一时的最终之乐，但更多的。等待着他们的是人生的愁苦跟祸患，就像主所说的，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着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今生短暂的生命对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的重要，何况永生的生命、丰盛的生命。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无价之宝，以及不可或缺的。我们说，这个生命是主放弃了他自己的生命，为我们舍了，方才取得，方才夺回的。让我们感谢主。让我们相信他，听从他，遵循他的话语，而且不断的成长，仿照他的形象。好，最后，今天我们研究了耶稣论生命，啊，我们从圣经以及四福音当中清楚的看到了，基督耶稣是生命的泉源，啊，他是永活的神。道成肉身，为人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是活到永远。第二，我们看到圣经讲，人有肉体的、物质的，啊，但是是有罪的、必死的生命，但是也有属灵的、重生的、复活不朽的生命的两个层次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兼具的。第三。人怎么能够得到这新的生命呢？必须愿意来救主，其次就信靠他、认识他、听从他、遵行他的话。第四，那么怎么样保持发展这个生命，使得他有丰盛的生命呢？就是要不断地跟生命的光、生命的活水、生命的粮接触，以及在。天路历程上，天天与主同行，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天天与主同化，渐渐的变成他的形象，啊，长成他的身量，而且这样的基督徒呢，一定会得获得丰盛的啊一个荣耀啊，而且成为世界的光。认识其他人的心灵，而且帮助别人。生命的奥秘在于主的生、死、复活以及再来的亮光当中，对我们有了新的启示，让人知道今生和永生的关系，肉体生命和属灵生命的不同领域，以及生命和生活的含义。和目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在我们的余生，正如诗人祷告的，求你指教我，怎么样数算自己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也像保罗那样祷告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
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不废掉上帝的恩。加拉太书第二章20到21节，诚心所愿，但愿意今天耶稣人的生命这个重大的与我们一切有关的，甚至是生死相关的一个题目，让圣灵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的心门来接纳他。我们最后做个祷告，亲爱的主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昭示了我们应当怎么生，昭示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因着主的救恩而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律，进入到圣灵跟生命的律，以致有属天的平安，以致有将来的盼望。谢谢你，求你教导我们，但更加求主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听从主的话，遵着主的命，去为你发光，为你去拯救更多人。主啊，用着我们这卑微的人，用着我们的生命，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生命，用着我们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，你是生命的泉源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谢谢你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所有的软弱亏欠，求主饶恕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、盼望跟爱心，来做一个主忠实的门徒，而且能够见证主、荣耀主。我们单单的感恩祈求，靠你的功劳，阿门。